开美工喇叭？美工喇叭。用过幺零吧？啊，开 MV 里的不也不是用过幺零喇叭？不都，哦，就那我开说的。但是其他三个人都别的边没啥边没，但亲戚边没啥边。啊，但亲戚伢也得听嘛，他妈做牛三爷的亲戚伢哟，伢的亲戚不孬，新娘的新娘他说的亲戚伢，不孬牛三爷的亲戚吧。新娘都新娘干的啊。现在我这个地多家的都这样了，但不真的地多，他那个把你塞下去了。去年都去年到毕业开家了，现在微风看一路开的，表边里说的千里耶，然后过去门里打水门子里的千里耶，哎，那不要，不，对不起，路上说的千里嘞，阳光也开千里不呢，哎，里耶，不要，乱说了对不啦嘞，哎，千里苦，芒果大吃送的千里嘞，特别加油呢。比如在江南话嘞，也有帮我说的亲嘞嘞，他说他喜欢嘞。啊，酷啊肉，他这方面他有点比说 radio 对的亲嘞嘞，他比较嘛。这方面他有点比啊，不都也比他大嘞？你这方面在说别大嘞？这方面他有点比说的亲嘞哦。啊，第一是啊，这方面我也来比较嘛，也比他一般嘞。哎呀，我跟说嘞，讲伊嘞的亲嘞嘞，啊。你等着对他扭扭捏捏批的他家了，你等着那个阿姐亲妈，如果过年中手表也缺断了吧？这个地域也比大。啊，他地位高，地位他挺好。今天我啥时候？今天还有啥？我比原来大比大。啊，没给阿家叫啊，你不要买了比他去买。你这个说的看大姐的，今年你说不如你表表了。这亲了呀，扭扭捏捏批的，就是亲了呀，要买这方面的，要变美术比较嘛，要变当年的亲历史哦，收入来讲呢，就亲历也没有人参加哦，他妈从百里亚的收入讲来讲呢，不然在哪里说明亲历了吧？哦，这个我的亲历把你把你标进来。啊，亲历出来就是嘞，你是来我开 YouTube channel 啊，你不要有，就是来我开 Facebook page 个，你没得嘛去摆嘞。你这点是啊，啊，百里门的收入嘛。看你你路呗，这个你说出来。哎呀，你啊，我这张马是不是嘞？哎，百里路这边嘛不孬，哎，百里啊嘞，哪里上面百里说，哎，是前面一出来就行嘞，俺们阿飞家门口就买嘞。都没多少个，阿飞有没有个？他不留阿哥家嘞，不留说，说对哟，都有双模对哟。你还别不孬，啥个呀？阿飞有没有啊？伢一定比下不喏 ，studio 是嘛，等等路线来来来，比较录 MV 嘛，等等路线来来比较嘛，伢一颁布比下不喏，哎哟，比如没有今年参加了 MV 一家的，不清楚啊，俺们伢都。啊喽，不老看啊，平时都比较没。不老看啊，平时都比较没收入些，比如就没有八百的吧嘛，没有奶壶不喏。哦，他说啊，平年没办，不老艰难的。啊，今天把嘞，反正说，你嘛之前有点钱是不行，特别啊，比那你不要嘛，爱给你留下来，哎，他家咯，哎，爱给你不要嘛，太老啊，嗯。偏呢，偏呢，你没吃别吧？哦。啊，偏呢，偏呢啊，打，啊，怎么也没没吧？啊，你嘛？小黑蛮瘦的，可爱，你不看咯？怎么也不比吧？